康，在台湾呢，算是世界上来讲搭乘计程车非常方便的国家，那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嗯，但是呢，虽然这么稀松平常，可是也蕴藏了很多的危机啊，尤其是女性同胞们，不管是白天深夜搭计程车的时候呢，嗯，务必要搭比较安全，就是或者是比较口碑好的，对对，口碑好的不一定安全呢。嗯，还有我知道你是案子，对，尽量请你的友人记下车号，没错，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今天请到，哇塞，这个不得了，这个坐计程车，哇塞，这个经常很容易要出。天哪！计程车小天来，我们要分享，请说。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了大家都在跑。五音不全的下雨天，没错，在香港呢有一部片叫做《雨夜屠夫》，这部片呢可是计程车杀人案件的真实改编哦，恐怖吧？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犯罪现场，听听这可怕的故事吧。我前两天在那个电影频道曾经有看到这一部电影哦，这部电影的话，它是叙述，它是由任达华在演的哦。他的叙述是在1982年在香港发生了一个计程车司机连续杀人案。是，那这个计程车司机本名叫林过云。那这个人呢，他是因为他从小是生长在一个这种，就是爸爸当时家境还不错，所以他呢就娶了好几个老婆。他其中一个所谓的小三啊，三房生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而且呢，是一个个性上面比较孤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生哦，然后他父亲对他的管教方式动辄就是没事就打他，所以要奉劝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家长，你要小孩子犯了一些错，也不要动不动的就打他这样子。是，打到后来之后他会有一些那种压抑在心里面那种暴力之气。没错，后来之后这个林家就家道中落之后，林过云就长大之后他就以计程车为业，就开计程车这样，他心里面一直有一种怨恨，所以他把这个怨恨就发泄在哪里呢？发泄在这种所谓的深色场所这样的女孩子。天哪！那她的一个方式模式就是她常常在这些所谓的那种酒店啊、舞厅啊这边这样子搭载的女孩子。嗯。把女孩子上了车之后呢，她就把她带到偏僻的地方去，然后加以性侵，而且把她杀害。那杀害的手段非常的残忍，她就是把这个女孩子性侵完之后，有些甚至到那种分尸前的时候，还会把女孩子摆一些那种很性感的一些姿势。自己拍照，因为他很喜欢摄影。那他会被破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把这些女孩子杀完之后呢，他就把她拍照。拍完照之后，你总要冲底片。你像现在是数位相机，对不对？以前的话，你一定要去冲。要去冲的时候，就要把底片送到那个冲洗店去。就其中一个店员一看，哎呦，这个女孩子每个都很漂亮，可是呢，很奇怪，每个的姿势跟她那个眼神，因为我们知道死掉的人呢，眼睛是直的，空洞的那个样子。他觉得很怪异，所以他就报警。那警察一看，也找了就是法医，然后来看这个整个照片，研判这个应该是死亡的一个照片，而不是活生生的一般的像我们一般的那种 model 那种 life 照这样子。那就在那个就是冲洗店附近就埋伏，等到林过云来取照片的时候就把他抓到。是，抓到之后巡线就发现到，就是原来他把很多人体的一个标本就把他给放在家里面，这样，所以他是一个极度变态的一个人。那他一共杀了几个人呢？光是舞女，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特种行业的女孩子的话，就三个人，还包括一个最后一个人，是一个17岁的高中女生。而这个高中女生呢，为什么杀，目前都不知道，只知道说她，因为她每一次在犯案的时候，都必须要在一个下大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那个时候就被港媒称之为叫做雨夜屠夫。然后任达华因为这个这样子，然后去把他给拍了一个电影。然后在事后的时候呢，还有一种状态是什么，就是当人被抓到了，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个他的剧情是后来任达华去就意图自杀，对不对？事实上并没有，他一开始被抓到之后，第一个被判的是还手死刑。是，因为在香港，香港有还是有死刑在那个时候有、okay. 就是还手死刑，他是用吊死的那种模式。后来之后被减刑，然后判了无期徒刑，
那林过云到现在为止还在香港的赤柱监狱里面，还在关重刑犯，还在关，天哪，他还被关。那后来之后呢，香港的媒体有曾经要去访问他，但都被拒绝，但是他们就用狗仔的方式偷拍，以及访问当时跟他在住同一个监所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其他受刑人老友，也对。那其他受刑人就讲说，这个人呢很怪，为什么没有人敢跟他打招呼？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就一股很阴郁的一种气氛一直围绕在这个身上，而且他不时坐在那里的时候会在那边，就是那种有那阴阴的那个笑容会冒出来，所以很多受刑人是基本上是离他离得远远的。这个不是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在香港他的赤柱监狱里面，他的那个典狱长都会有所谓的监视录影器。是，有一次典狱长他就走在大操场在放风的时候，有没有走在那边，大白天哦，典狱长居然看到了林过云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在那个操场里面的时候，旁边居然会有四个那种肢体残破的这样的人体围绕在他身边。哇，天哪，阴魂不散。这个人到现在还活。那有一位计程车司机，他是为了复仇去杀人。巨豪哥，计程司机有什么仇要杀人啊？他是特种部队退下来的，特战下来的。哇塞，那一定，下来说一定是王瑞德先生的朋友。港铁啊，看他斯文的样子啊，他其实是受过训练的。红梯的，受过训练的人呢，通常呢，在部队的时候就已经大概心狠手辣。是啊，那因为很多杀人的技术是在他身上。这一位阙新华，是，我想大概应该偶尔听过这个名字了哦，因为谈到计程车的话呢，杀人，那这个绝对是要拿出来谈一谈。是，他呢是开计程车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是这种大陆的女子啊，假结婚来台真卖淫。是，啊，那他就很好赚嘛，很好赚之后，他回到他的福建家乡去的时候，就跟他的同乡的一个姓刘的女子。就像说台湾钱真好赚，是哦，你要不要来这样子？那后来呢，就介绍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奇怪了，他每一天呢，就介绍来的这个人呢，姓刘的这个呢，每个月就2万块钱在餐厅打工洗碗干嘛的？怎么还哪有好赚？好、哦，然后呢，后来才发现，哎，你怎么那么好赚？发现这位姓薛的介绍他来的这个呢，他是在卖淫，他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呢，因为这一个大陆的这个姓刘的呢，他就回去，他为什么能够来台湾？是因为他也办了假结婚真卖淫，但是他来台湾还没有真卖淫，他假结婚真打工。对，真打工。但是呢后来他发现说，哦，原来你是卖淫才能这样，然后回到家乡去之后，他就开始讲跟大家讲，他就是这边去卖淫的啦，干嘛这样子。好，那这个姓薛的呢，他是跟阙新华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他呢也知道说，因为他跟他在一起7、8年了，为了就等那一个台湾的身份证可以打工的资格哦，可以真正做事，有身份证就可以去工作了嘛。结果在拿到这个证件之前的前3个月被逮了。卖淫被逮之后当然就被遣返了。是，好了，遣返之后，这个姓薛的就认为说一定是这个去报同乡的去报的。好了，他就发一个简讯回来台湾给阙新华说，你帮我把他干掉，这样的同乡啊不要也罢，竟然在后面都捅我的哈、哦，扯我的后腿，而且我会被遣返，就是因为他告密。薛新华开始呢就开始发简讯给这个姓刘的，然后说啊，你要不要投资股票啦，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啊、哦？然后呢，他也给他简讯看，他说你的这个姓薛的朋友啊，要我把你干掉啊、哦，你要小心啊什么之类的，就把这个简讯就转给他。刘立清呢就把这个简讯也给他的这个假老公看了。好、哦，所以你看，我如果出事的话，一定是这个阙新华干的，都已经讲了。但是呢，阙新华，你看他还可以把他约出来，约出来之后呢，带到汽车旅馆，然后呢，就拿刀子就蓝磨刀很长，就抵着他，就说到底什么原因让被害人走上黄泉？更多离奇的计程车恐怖命案，我们马上回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犯案手法，只能让被害者自己说清楚。他的计程车都故意去偷他偷他爸爸的车牌来挂。哦，警方就算被人家看到我的车牌，查到我的爸爸来，我爸爸一定说车牌被偷了，所以是赃车。他这个好朋友居然、哎呦我的妈呀！刘立清呢就把这个简讯也给他的这个假老公看了，好、哦，说你看，我如果出事的话，
一定是这个阙新华干的，都已经讲了，但是呢，阙新华你看他还可以把他约出来，约出来之后呢，带到汽车旅馆，然后呢，就拿刀子，就蓝波刀很长，就抵着他，就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啊，要不要哦？对于你这个朋友啊，你要抱歉了、啊，怎么样？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那女生说，那你可以啊，封口费50万。阙新华哪来那么多钱啊，他说不然你杀啊，你们台湾男人的、啊，台湾男人就是没种啊，啪，然后就本来抵住先。抵住心脏，对不对？啪一刀就下去，下去一刀就毙了。他渡到一个游种啊，不是他，哎，男人呢、啊、最不能激，你们听到？对，啊，那个啊，不是老婆大人激不得、啊，男人是激不得的、啊。皇帝怎么在这时候办私事呢？顺便讲一下，我都没有机会讲嘛，哎、两个命案，对不对？就一样，不可以激啊，太激我你就知道了、啊，一刀就跑。干掉之后呢，他还回家去把衣服给换了。换了之后，他想说把这个尸体就把它丢到水里面去好了。可是呢，那个死猪啦，什么东西不是死了之后都浮起来嘛？所以他又把它载到呢汽车旅馆去，开始从这里啊跑到这里，天哪，剖开，都弄好了，收拾好了，就开始弄到计程车里面找，准备想要去丢。经过那个巴黎的公墓啊，想说随便丢算了啦，不要那么复杂了，就丢。所以一丢呢，他这个案子呢，整个才爆发开来。一爆发开来的时候呢，他的老公早就知道说，如果万一他已经讲了，我如果被怎么样的话，一定是这个人干的。嗯，这个线索一给警方，马上就抓到人。问题就是在后面，这个阙新华多能写，他最后当然是被判无期徒刑定谳的了。可是呢，法官在问他说：“你后不后悔啊？”他说：“我不后悔，我到阴间去的话，我要再杀他一次。”有一些更可恶，他们假扮成计程车司机，专杀女性，劫财劫色。这个是台北之狼。对，台北市中山区的德惠街啊，是很有名的一些 pub 了，哈、哦，夜店很多嘛。啊，如果把一个全裸的尸体就直接丢在这里呢？啊，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吧？丢在德惠街。对，而且中山分局的刑事组长就是非常有名的破案的专家，叫做侯友宜。哎，那么他的压力有多大？我的辖区被丢一个裸体的尸体丢到德惠街里面，太狠，太嚣张，对不对？然后又是就是被这个性侵害奸杀致死，然后又把他丢弃尸体在这个地方。好，丢了一具以后，警方就组成专案小组。那时候台北市刑警大队的除暴组长，也是后来现在的刑事警察局的副局长杨元明呐、啊，哦，两个人办案都很厉害，所以呢，两个人立刻。认为说这个有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为什么歹徒敢这样做？结果呢，丢了以后，刚刚讲德惠街嘛，后来丢到哪里去啊？永和的中山路也算是一个蛮人住很多人的地方，都丢，都是裸体，然后都丢，都是性侵害，都是被杀害，然后就随便乱丢，大台北地区乱丢，那警方压力就很大啦，杀死一个，接着一个，后来丢到哪里去？民生东路的民生社区，人多了吧，对不对？然后警方就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连续发生这么多案子，好，总共丢了6具女性的遗体被奸杀的，最后一具丢到什么地方是全裸？丢到台北市金华国中的侧门旁边，丢到学校的侧门旁边就直接丢，那这个歹徒就是公然向警方挑战了，从来没有台湾地区有这么嚣张的这个歹徒敢这样做，可是问题是。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的邻里的监视器，是可以知道是哪里哦。对，那怎么逮他呢？那警方也开始摸索以后发现，应该都跟计程车有关系，因为是从他丢弃的沿路的这些来研判，再加上访查。可是问题是都没有直接证据啊，怎么办呢？一直到第六位被害人郑小姐。郑小姐不是她的大体被丢在这个学校旁边嘛，对不对？是。那么结果呢？我们现在。百货公司有一些百货公司都还不错，我们他如果排班计程车，我们搭上去了以后，他会给你一张纸，他自己也会留存，对，你什么时候几点几分搭上哪一辆计程车，啊，车号都有这样，所以你要查什么东西，他当时是为了东西掉了或者是安全哦。结果呢，这个郑小姐本身是在酒店上班，那一天她跟一个客人啊，然后呢离开酒店就搭了计程车就离开，结果。他车的小弟啊，有一个习惯，顺手会拿张纸，把那个酒店小姐跟谁，然后搭上什么车记一下。
啊，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什么起见，方便。结果呢，这个郑小姐被杀的消息隔天见报了，然后警方也访查到了这个酒店来，访查到趴车小弟说，我有看到啊，昨天他跟一个先生啊，就是离开跟一个客人搭计程车离开的，哦，然后呢，他还跟警察说，我有抄下那个车号。警方就如获至宝，车号呢在哪里？在家里垃圾桶，我丢家里垃圾桶，但还没有丢垃圾，赶快冲回家去，从垃圾堆里面搜搜搜，哎，真的有一张纸哦，有一个车号。警方根据这个车号就去查，查到一个老先生，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的车牌，我开计程车，我的车牌啊，早在一两个月前失窃了，被人家拿走了，嗯，那失窃就变成赃车啦，那这样就不好查了，对不对？那警方灵机一动，哎，查他家人看看，查他的亲友，查这个老先生开计程车的亲友看看，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张正义，他有一个儿子，警方发现他这个儿子啊，在这连串的所谓的连续奸杀案开始前的两个月，因为跟另外一个搬家工人在他们中和的一家搬家公司上班，趁老板不在的时候轮爆了这个老板的妹妹，因为这样被通缉，警方就想都是性侵害，然后会因为又有别的共犯，会不会是同样的，所以就不动声色，通令我们警方有一个 SCA 就是类似全国八号分机这样通报，哦，警方的那个桌子上值班台，全国的警察单位都有一个广播，这个广播不是一般的收音机，这个是警方内部的广播，叫做通称 SCA， 它就是八号分机协寻一辆车号几号的计程车，但是它涉及重大刑案，但是不说是什么案子，因为怕到时候或许是走漏风声，或许是有人等于说抢功嘛，哦，我节外生枝，对，没错，只要你查到这个的通报，我就给讲，就续讲，但我不告诉你是什么。结果中山分局的中一派出所两个员警啊，那一天骑机车巡逻，巡逻在中山区的长安东路发现的这辆计程车，哎呦，那开车经过，那两个人骑机车就尾随啊，哦，因为就尾随之后，这一辆计程车还开上了高架桥。他们两个警察也把机车开上去，一路尾随，就是一边通报说我现在两个人正尾随跟，那一边尾随到一家舞厅，下高架桥以后，到一家舞厅，计程车停好了，走下三个男人进去里面寻欢跳舞，然后这两个警察立刻通报大批警网围住，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进去，我就在外面围，守株待兔等，两个多小时以后出来三个人很高兴要坐上计程车的时候，嘣就中了。其中一个叫做张正义，结果打开这个计程车的后座一看，是什么？绳索、手套，所有的犯罪工具，哦，经过很科学的突破心防以后呢，哇，不得了了，连续查出来了，原来张正义就是连续犯下这六起奸杀案的主嫌。第一件的时候他一个人干，后来发现被害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呢就找别人来干。然后他每次坐的时候呢，他的计程车都故意去偷他偷他爸爸的车牌来挂。哦，他的想法是什么？警方就算被人家看到我的车牌，查到我的爸爸来，我爸爸一定说车牌被偷了，所以是赃车，所以警方就会断了线啊。他开始连续作案的时间长达一年多，在他做一年多，当时害了整个大台北地区，尤其是台北市的妇女，是晚上时间都不太敢搭计程车，所以当他落网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当时正好在台北市议会开会的议员们马上叫人买鞭炮，集体在市议会买鞭炮，然后立刻致送破案奖金。基隆计程车连续，哇塞，连续杀人事件，死者托梦给警察的朋友，啊，胡教授，这是什么回事？是他只杀了一个人。哦，基隆有一个计程司机叫曹天寿，他是很妖瘦的人。为什么这样来讲？民国89年的时候，当时他开计程车经过基隆市百福社区的时候，看到一个国中女生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街头上，然后呢，他呢就过去就看人家年幼可欺，就过去搭讪。搭讪之后，他就谎称说：“哎，反正我开计程车现在没有生意，那这样好了，那我就带你一程嘛，反正你家里面很近嘛，这样子也要去等公车了，这样。”那当然，这个女孩子后来就搭上了这个计程车，没想到这个计程车是个死亡计程车，这样。那曹天寿呢，他就后来之后就把这个女生就一路带，就带到五股去，然后五股去之后，然后就性侵得逞。他就怕这个女孩子呢就泄露他的一个身份哈，所以他就
用徒手的方式把勒死了这个女孩子，然后就把她气死了。那当时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因为以前的话，十多年前的话，那个很多的一些，就是刚刚瑞德刚刚讲的没有错，就是很多的监视录影器也没有，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说那在整个的一个基证上面也没有看到有目击者，所以那个案子的话就变成一个悬案。那比较悬的地方在哪一边？当时这个案子发生了之后呢，当然有查出这个女孩子一个身份，然后当时住基隆市副就有一个警官，高阶警官，他接那个副局长。在接任的前夕的时候，这个副局长有一个好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居然就梦到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就穿着制服哦，穿着短裤，背着包包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讲说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他被杀了，然后呢很冤枉，他希望能够能够讨回公道，能够希望他的朋友能够主持公道。后来这个副分局长的一个这个友人呢，就醒过来之后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这个即将要接任的这个高阶警官。就那个高阶警官呢就觉得说，哎，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结果他就任之后第一个碰到就是这个案子，没想到就是这个女孩子，同名同姓这样。天哪！可是这个案子因为没有什么基证，所以后来他就这样延宕了十年，一直到曹天寿这个很妖兽的人呢，他又对他自己的亲人的小女生下手。所以通常一般来讲，这种性侵的这种犯罪者哦，他的再犯率是很高的。所以我希望那个法务部的话，针对像这样子有这种属于性侵犯的这样的犯罪的一个刑度，包括他的假释的条例，有真觉得必须门槛要再提高一点。那后来之后，这个因为他有涉及到这个案子，然后当然就被他的家属，然后就告上了那个警局那边去。后来这个案子有没有成立？后来这个案子的话，因为有些某些市政上面来讲，它并不是那么的周全，所以就有点没有办法再办下去。可是我们对于现在目前的性侵犯的这种疑犯本身来讲，我们都会采集他的 DNA，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 DNA， 然后从这个女生之前十年前留下来的这种 DNA 两个一比对之后，发觉 match， 中，他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才落网。台湾有一些悬案，但是到现在还没破，其中有一个是彭婉如命案，他是最后其实有跟计程车牵扯在一起。其实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你看你们都很熟哦。啊，我只不过是代表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你讲到计程车，不谈到彭婉如这个案子呢，这个好像是因为它很太经典了。是，因为这是民国85年的事情啊，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彭婉如是到高雄去开会，离开了坚美饭店出来之后呢，就不见了。是，那是85年11月30号。然后后来来到12月3号，尸体才在鸟松乡被找到。他找到的时候身中35刀，天哪，35刀！那35刀，当然他现场采到一些可疑的指纹啊，什么什么。好，那怎么办呢？警方要查这个东西，你今天从弃尸的地点，然后从监美出来，要开始用这种时间差，然后去，因为那时候的监视器也没有那么多，是，但是还是有哦。是，那调阅的沿路的一些监视器，发现的可能就一台福特天王星的这种车款的，它可能是有重嫌，好，然后呢就开始去查 ，A 查南部5县市这样子的车子，它总共呢有多少部这样的车啊？真的，过滤了13万个，包括计程车司机，比了那么多的人，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嫌犯。事隔3年之后呢，88年呢在石碇。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就开福特天王星的呢，他就自杀了，接废弃自杀写个遗书说，我就是杀害彭婉如命案的凶手，自己说，然后呢自己好像是畏罪自杀这样子，可是一比对他的指纹不符，所以说哪怕你今天自白啊，自白不能成为唯一的证据嘛，大家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是自己说自己是凶手，可是呢也不是，后来呢还有从越南的押了一个这种当年在高雄开计程车的人的一个通缉犯，押回来之后比对准也不是，所以这个案子呢，其实我要讲的这个是其中的几个比较好像有可能的，是，但是问题是最后呢都不是，是，所以呢这个案子呢延宕到现在，从民国85年现在已经16年了，16年到现在还是悬案一件啊。这个表兄弟偷车，假扮计程车司机，这个是什么样案？对。这个是我采访过比较特殊的，真的表兄弟，真的表兄弟，徐伟展，徐伟展哦，你第一眼看到他，你不太会立刻相信他是一个杀人魔，为什么？
他是宪兵的少尉排长退伍，长得斯斯文文，170几公分高，对不对？宪兵是经过挑选的，哎，挑选的，他的体格长相看起来都很斯文，谈吐好像彬彬有礼这样，进退有据。那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杀人魔呢？那么他退伍了以后呢，有时候对你的家人不客气说，不要对他太好，尤其是对你的晚辈，徐辉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大家都对他很好，很宠他，溺爱他，最后呢，造成徐辉展今天的结局，他一定是去年已经判刑确定，等候枪决的死刑犯了啊、哦。那么他发生在民国85年的时候，他作案的时候会去偷人家停在路边的计程车，因为很多的司机计程车通常都随便停。哦，晚上我随便停嘛，那白天一大早我趁要脱掉出来的时候，我把计程车开走。对，因为我如果还要去租一个停车位，一个月还要2-3千块钱嘛。那么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计程车司机在休息，他不知道自己的计程车被偷了，所以徐辉展趁这个时候去偷计程车，然后假装自己去是司机，就载着这个欲望街车在大台北地区乱跑乱跑载人了。一开始只是抢，抢劫了以后呢，后来又来了。劫财又劫色，劫财又劫色之后，甚至于还奸杀。那在这种状况下，甚至把他的潘姓的表弟一起带进来。潘姓表弟在这件案子里面后来落网以后判了20年啊，因为他未成年，他如果成年可能就枪决掉了。当年有期徒刑最高就是20年啊。然后呢，后来呀、啊，不断的作案，不断的作案的时间长达快要1年的时间啊。哇！然后有一次啊，一对。孕妇跟朋友两个人，就两个女孩子，一个孕妇跟一个朋友一起搭上这辆欲望街车，到了一半的时候，同伙上来嘛，啊，一接应的同伙上来以后，刀子亮出来，那女孩子根本就不敢动嘛，对不对？也整个车子都被控制住，然后刀子拿出来，电击棒拿出来，他们那时候作案的时候都载到新店的偏僻山区去作案，抢劫、性侵、杀害，其中这个孕妇啊，还跟他们。想尽办法恳求，就算即便孕妇如此苦苦哀求，还是被他们轮爆。然后呢，本来还要杀他，那后来看孕妇算了，放你一马。就后来呢，他们就去报案，警方来了以后，在他们被施暴的隔壁的空屋里面发现一具女尸，就是被他们杀害丢到那边的。现在作案都到这个地方，天哪！他每次作案以后，再把计程车停回他本来偷的地方。各位。如果不是天理昭昭，对不对哈？很多的无辜的计程车司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车子曾经被人家利用作为犯罪工具，你知道吗？因为他停回去，你还不知道，你还在睡觉。回来了以后，如果即便被监视器拍到你的车号，阿德西利亚，那你一定会怎么说？我在家里睡觉啊。那万一你没有不在场证明，没有第三个人证明，你怎么办？就拖进去科学办案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后来能够因为这样逮到他，那时候逮到他，把他抓进去台北市刑警大队的时候，我跟他搭同一个电梯上去，要去这个那个礼堂要去侦讯，要开记者会。那时候呢，跟我一起搭电梯，除了徐展警方之外，还有当时承办的这个主任检察官刘成武。是，你知道吗？这一位。长相长得蛮帅的啊，然后斯斯文文、高大英挺的这个嫌犯，还大言不惭的在里面说：“我冤枉的，我冤枉的，你们拿我没办法的。我跟检察官讲，检察官一定不放我走的，你们拿我没办法的。我怎样怎样讲一大堆。”结果电梯快到了要开门的时候，刘成武就忍不住，因为他就承办检察官，刘成武就忍不住跟他讲：“我就是检察官，我知道就是你干。你如果肯供出所有的东西。”你还可能有一线生机，你不供出来，你就是死路一条啊！所以这样的人杀了好几个人，做了这么多的案子，判了整整这个官司，又运用诉讼技巧，拖了14年，一直到去年，最高法院认为他在拖，他用各式各样的技巧，对不对？诉讼，所以去年把他判死刑确定，今年再把他追加一个性侵孕妇等部分的性侵罪，再判一个无期徒刑。计程车居然会安装杀人的机关，计程车安装谋杀工具，精心策划的犯案手法要如何破解？计程车杀手迷魂女惯用手法惊世骇俗，每次都一样，讲的都一样，到了以后他就说他没钱，他愿意以身相许。天哪，等你洗完以后刚刚哎呦我的妈呀，所以这样的人
杀了好几个人，做了这么多的案子，判了整整这个官司，又运用诉讼技巧，拖了14年，一直到去年，最高法院认为他在拖，他用各式各样的技巧，对不对？诉讼，所以去年把他判死刑确定，今年再把他追加一个性侵孕妇等部分的性侵罪，再判一个无期徒刑。计程车居然会安装杀人的机关。回到人先，他是安装什么弹射椅？所以一按，噗，射出去。这是什么样机关？他的确是因为看了007的那个之后，异想天开。他是讲他一个王姓司机，在二十大概将近20年前吧。他是怎么样呢？他就是因为缺钱，他开计程车为生。然后缺钱之后呢，他就异想天开，什么？他是怎么样异想天开？想说，如果今天我去抢劫这个乘客的话。如果我能够顺利取得，当然不是很好。那怎么顺利取得呢？就把乘客杀掉。哎，那怎么杀呢？他就装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把后面那个后车厢哈，就弄了一个像我们一般那种弓弩的那个东西。是，哎呦，然后把铁管削尖，他才特别去把那个中空铁管削尖哦。记住这个案子。好了，放了4根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做反复实验。为什么他要反复实验？他要怕那个。力道太强，穿到自己。万一他按个按钮，机关下去之后穿到自己的，不就挂了吗？旁边弄个钢板嘛。对，对，他后来椅背就后面装个钢板这样子。他还为了让他觉得有效呢，还后面绑了一只活生生的一只那个流浪狗，去试射看看。那后来之后，他就是觉得说 OK 这样子是可行的，他就埋伏在哪边？银行附近。为什么？因为他就料想到说，因为银行会很多人去提款，是提款之后，他只要锁定那种。有那种拿着大包包那种，然后呢就准备要锁定这样的乘客，要杀他，这样就还好，他还没有做就被警察临检到，就被抓到。那临检的时候，当时警方就要求，因为以前的警察是可以要求你把后车厢要打开来的，这样。那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这建设司机王姓司机他也很配合，行驾照拿出来，然后警方也请他出来，然后他去看看那个，因为以前的警察会去检查下面是不是有那种那个藏什么楼赖吧，或者是什么刀啊这样子。当时在检查的那个临检的警方呢，除了在下面找到一根这么大根的一个那个螺丝起子，应该这很正常，没什么。可是他们发现到一个很怪的地方，就是驾驶座下面左侧这个地方，靠车门的地方，就要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他想这红色按钮是干什么用？就问那个王姓司机。王先生就开始支支吾吾，他说：“哦，没有这个，可能是。”他就说：“哦，没有这个，是我按这个之后呢，能够让那个我们的油消耗的更慢一点，能够省油装置这样。”就后来那个警方，因为那个当时的警察是他对车子的那个整个构造基本上来也是非常熟的，他觉得那不太对，而且他觉得那个后面那个先是连的后车厢，要求他打开，就打开之后发现到后面有4大根的这样子的钢管削成的那个剑。就摆着对着什么呢？我们乘客坐这边对不对？他正好就对着这个乘客的背后，防不胜防。背后，如果他发现到有乘客从银行拿了大笔的钱过来的时候，他打算就在开的整个的路上按按钮触碰机关，然后就把那个乘客射杀掉。还好警方把人先抓到。哇，这个我印象深刻，真的是都有。所以那段时间我坐计程车上去的时候，第一个动作摸一下，坐上去之后摸一下背后面有没有洞，有没有孔。对，刚刚呢就是讲计程车司机犯案事件。可是哦，王大哥刚刚提到，其实有一些司机也常常遇到危险的状况。像我们有时候，我常跟计程车司机聊天，我就说，你们晚上这个接客，你们不危险吗？其实他们也很无奈。对，因为我们看到国外的计程车，他有的是会有一个好像一个玻璃把计程车围住，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抓他或干嘛的。可台湾不知道，好像是说不方便还干嘛，大家就不装那个。其实计程车司机晚上在做生意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危险的。到底有多危险呢？其实他比较危险。来，计程车小天使来请。中正路跟那个几号？101呢？
紧张到110都不知道。这好像是那个光复，这确定是司机吗？这不是两个酒客、啊？司机。哦，这样看起来那个司机啊 ，gas 很够、啊，白打不退的。对啊，跳脚很好。这个人就当兵就好了嘛，何必开健身车？怎么打得不退的这样哈、哦？好，一滴差点被雨水冲掉的血，就成了健身车司机命案的关键。是啊，2007年的一个案子，因为那年是大年，那天是大年初二。哦。大年初二他还。出来开机动车赚钱，辛苦，很辛苦。那后来呢，就被一个人呢，啊，给杀了，而且呢，他连车子连人啊，是被开到一个田，农田旁边产业道路的旁边的农田呢，倒在那里的。那人受伤了，那因为呢，被杀了好几刀，去有人看到的时候呢，去救他的时候呢，送到医院去，因为呢刀伤引发的腹膜炎，嗯，然后呢3天之后就死掉了。那他也不晓得是谁，就是人临时起意的一个要来抢劫，由抢变成杀人这样。是。好，那是谁呢？因为呢那个地方很偏僻，警方调阅那个当地的监视录影器啊，只看到一个很远的一个模糊的影像，有一个人呢从田的那个地方呢，田埂的地方呢走过来，那现场就再也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什么，但是就那边查访呢，就把那个范围呢越放越大。查访到快将近1公里的范围里面，才碰到一个老先生。你看那个地方多荒凉啊！那个是发现在桃园的八德啊、嗯。那个老先生好像看到有一个人哦，从那个地方走过来，因为什么？那个地方人烟稀少，所以有一个人走过来就变得很稀奇了。大事，大事，有一个人走过来。那可是那个人，警方就有录到一个呢非常模糊的一个影像。好了，那怎么办呢？看着天呢在现场采证，天也快要下雨了。从田埂那边找到一个哎呦很可疑的一个鞋印，那从那个鞋印的方向，他想说哎应该是往那一个地方走，结果呢就去看到一个哎就走到一堵墙了，田旁边很多的住家在田的旁边，它是有一堵围墙，那种女儿墙之类的，然后跟田是分开的，分开，对，然后就从田埂那边看着鞋印的方向呢，看到哎就碰到这堵墙了，好，上面呢有一点血的抹痕，但是。血的抹痕当然就很重要，把它采集起来。是，那底下呢还有一滴血，还有一滴血，那一滴血呢也采验了，结果呢一回去化验的时候呢，那个血抹痕呐、是那一个死掉的计程车司机的，那确认、这一个应该就是什么？就是死者凶手呢杀了他之后呢所身上所带有的残血，沾到被害者的血，然后去爬墙的时候翻过去的时候呢去。那抹在墙上的，那底下的那滴血呢？一验，哎呦，不是死者的，哎呦，那应该就是那一个凶手的，就开始这样子，就用那一滴血去验，验出来，果然是一个有强盗杀人前科的这样一个犯人。哎，他准备呢，已经又逃窜到苗栗一带呢，准备带的东西又要去犯案了，是被警方截住，好险，抓住，赶快抓起来。后来警方回忆啊。那个好像是哦，这种是天，真的是冥冥中天意。如果那个雨下来，一冲没了，没了，影像也没了，影像当然有很模糊嘛，对，没用。但是呢，证据就没有了，血就被冲走了。所以呢，有时候啊，这个冥冥之中，真的他自己大年初二，而且脚印搞不好也没了，也没有了，不知道那个方向。而且那个脚印啊，你整个雨水下来，整个地就是。就没掉，直接证据都没了嘛，没有直接证据，他连方向都没了，他起码还有一个脚印往那走，对，都通通不见了。是，好，其实还有一个，哎，这前阵子闹很大，对，天哪，迷魂女啊，对，没错，这几年内啊，大台北地区我曾经遇过10个以上的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过同样一个黑寡妇。那么黑寡妇是什么呢？每次坐车都说从台北市要到土城的这个中央南路那个地方啊、每次都一样，讲的都一样、到了以后他就说他没钱。他愿意以身相许，天哪，要用底啊，底就对了啦，混度也就对了。可你知道吗？我说跟我讲这10几个里面有几个真的想抵看看，你知道吗？天哪，就想说哎不抵白不抵啊，哈啊就上去抵了，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位计程车司机还真的遇到，因为他们大家遇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女孩子就会说你先去洗澡，等你洗完以后高高兴兴想要抵的时候，哇糟了，
引昂邓来啊，然后就好几个人拿棍子回来仙人跳。哎呀，其中有位司机在我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还跟我唉声叹气说：“你知不知道？”他跟我要30万，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的朋友没办法，最后是我太太拿着30万来赎人的，你知道吧？那个多惨啊！所以呢，色不平人人自明，计程车司机生活很痛苦很辛苦，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经济不景气啊，收入又少，大家千万不要被女色所迷。是台湾地区曾经连续发生短短几个月之内3个计程车司机全部淹死在汽车旅馆的浴缸里面，溺毙，3个人都溺毙啊，在不同的时间，然后呢不同的汽车旅馆，然后不同的浴缸溺毙。那警方三地的警方调阅监视录影带，看到底怎么回事，都是有一个女的，而且后来三地的警方发现是同一个女的，因为她的长相短头发，满脸的痘子，青春痘哦，然后身高不高，大概不到150，所以呢同一个女的干的，然后就开始追查，结果呢后来就逮到她，还想作案的时候逮到她，她的名字叫做江云清。那么其实他在多年以前啊就已经迷倒了10几个计程车司机了。哎呦，都用相同的方法干什么？坐计程车以后，他说我要包车，是去哪里玩，你就带我去。到了那边以后又来了，我没钱，不然我以身相许好了。那有的计程车司机会想说，反正都给你拆个家来啊，我们这渡河啊，哈，那不然怎么办呢？我白跑一趟怎么办？也要有钱啊，撩几个撩缸，然后就想说就去旅馆，然后去之前我们要先买个酒来喝嘛，酒没有问题。可是大家到的过程当中给你下迷药，而这个迷药是无色无味的，所以我们在一边在喝酒庆祝，他会说那要先洗个鸳鸯浴，所以呢汽车旅馆的那个浴缸啊放满了水哦，然后呢就一起喝酒了以后呢。那我们就一起到浴缸洗鸳鸯浴，为什么呢？因为在热水浸泡的过程当中，会加速你迷药发散的那个氮化的那个血液循环加快，对，让你发作。所以呢，他就进去了以后，很多司机哦，奇怪，今天为什么那么晕，对不对？哈，就晕倒了。这时候他的目的是在劫财，是，他劫财的目的是为什么？哎呦我的妈呀！然后呢，就一起喝酒了以后呢。那我们就一起到浴缸洗鸳鸯浴，为什么呢？因为在热水浸泡的过程当中，会加速你迷药发散的那个氮化的那个血液循环加快，对，让你发作。所以呢，他就进去了以后，很多司机哦，奇怪，今天为什么那么晕，对不对？哈，就晕倒了。这时候他的目的是在劫财，是他劫财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用这种方式，他后来又出来，他十几年前因为这样判了10年。后来假释了以后，他又再犯，在淹死3个现在的计程车司机之前，他其实已经作案得逞4次了，所以他淹死这次假释出来以后，总共淹了7个，死了3个。他的目的是劫财以后去买彩券，他迷信用这样拿来的钱去买彩券就可以中奖，因为他真的中过，中过，对，他真的中过，所以他相信说我用这种横财了，你懂吗？我用作案得来的横财去买。我就可以得到我一笔更大的那个彩券哦，他这样想。结果呢，因为你要知道那个迷药下去晕倒以后，整个人稀稀混混啊，因为他人在浴缸里面嘛，已经没有知，他连反抗的知觉都没有了，就下去。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你要淹死也赌醉进井，你不是会呛到吗？鼻子不有，他会想要活下去。你可怕的地方在于你的脑告诉你鼻子淹到呛到水要淹死了，你要赶快逃，你的身体不能动，就活生生这样淹死了3个。那后来他落网的时候呢，因为他作案的这几起再加上是假释当中啊，所以呢后来一审的时候判了3个死刑，是高院二审的时候判了2个无期徒刑跟1个死刑。他当时还要求庭上赶快把他枪毙，他不要活了，你把他枪毙就对了。最后在去年底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定了他判无期徒刑，因为他的解释是我并不是故意要杀害他们的，我的目的是劫财，我下迷药到浴缸只是我一个手段而已，我没有杀人的故意，所以现在他无期徒刑定验，正关在女子监狱里面。那我要奉劝很多的那个观众朋友，不要相信杀人可以赚钱，因为这个女孩子她第一次，她一个连续3个计程车司机，第一个她大概只中了大概8万多还是9万多啊。
后来第二个、第三个是越来越烂。这个我们怀疑建设机，但是确实有一些那个败类啊，有一些小部分的一些极少数对在里面作怪。